好看。这个东西怎么射啊？给我看看，没受伤吧？箭头没有开刃，伤不到我的。吓死我了！你不是，你怎么又不开刃？这种拿出去多丢人。虽然他没有开刃，但是只要射得准，威力还是足够的。石墨，有没有人和你说过你长得真好看？郡主，太子殿下到了。看来我还真没找错人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莫名其妙笑什么？小姨妈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你叫我什么？郡主，太后是不是赐给过你一座别院，三面环山，地处交界，幽静避世？太后疼我，那个院子啊，号称陈京最安全的院子。卖给我吧。为什么？就当做是我交出来的第一张底牌吧。听见了，连太子哥哥都开窍了。沈墨，你什么时候能把你的底牌交给我呀？你个不张嘴的闷葫芦，不理你。13岁那年，你从几个皇子手中把我救下，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没有底牌了。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辰月别院。嗯，进去看看吧。我早就想说，太子妃的功夫不错，花拳绣腿比不得太子殿下。我来陪你练练。不必了吧。到我面前，你不必隐藏自己，做你自己就好。担心我受伤？你是太子殿下，你要是受了伤，我罪过可就大了。是是是，太子妃最识大体。
子殿下身体康健，不会自己爬不起来吧？这是夜来香，也叫月见草，好看吗？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花，所以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了。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么普通的草？无论环境多么恶劣，它都能生长绽放。阿月，月见草它是最坚韧的花，它并不普通。我还喜欢它，虽然只能守着月亮藏在夜里，但是想它痛快，开得漂亮。是真。